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近日在台湾地方，有一名女孩突然无缘无故的七孔流血暴毙，一夜之间就奔赴黄泉。经过初步验尸报告，断定为因砒霜中毒而造成死亡。那砒霜从何而来？ 一名医学院的教授被邀赶来协助调查。教授仔细的查看了死者胃中取物了半个小时，暴毙之谜便直接揭晓。教授说，死者并非是自杀，既然不是被杀，而是死于是无知的他杀，大家莫名其妙。教授说，砒霜是在死者身上腹内产生的。 死者生前每日也会服食维他命 C，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问题出在他晚餐吃了大量的虾，虾本身也是没有危害问题的，所以他在家都没有任何事。但死者一起服用了维他命 C，问题就出现在这里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员通过实验中发现，虾等软壳类食物含有大量浓度较高的五甲砷化合物。 这种物质食入体内本身对我们体内无毒害作用，但在服用维生素 C 之后，由于产生化学作用，使原来无毒的骨甲砷和砷酸酐（亦称氢氧化砷），其化学式为兽 s 五，转变为有毒的三甲砷及亚砷酸酐，又称为三氧化二砷，其化学式为 s 二零三。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砒霜。砒霜有原浆毒作用。 可以麻痹毛细血管，抑制舒筋酶的活性，并致使肝脏之变，肝小叶中心坏死，心、肝、肾、肠充血，上皮细胞坏死，毛细血管扩张，故重其毒而死者常肾、心、窍出血。所以，为了慎重起见，在服用维生素 C 期间，应当忌食虾类。好多老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就开始依赖一些药。 但有些老年朋友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：好多食物和药物之间都会产生冲突，会造成药物吸收或破坏药物结构，有的还会增加药物的毒性和身体不良反应。今天为大家揭秘药食同服的八个禁忌和一些相克的食物，以免我们引起不必要的伤害。一、药食同服的禁忌：一、所有药不宜吸烟。 服药忌口的范围不只限于吃，还包括烟草。服任何药物时都不适合吸烟，烟碱会加快肝脏分解药物的速度。服药时吸烟会造成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下降，影响药效的。此效应在服药后的三十分钟内尤其明显。为了保证药效和用药安全，建议服药期间避免吸烟。如果身边有人这段时间正在用药， 应尽量避免在他们面前吸烟。二，绝大多数药物不宜喝酒。使用头孢类抗生素期间，如饮酒，就会出现面部潮红、心悸、呼吸困难，甚至休克症状。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的感冒药前后喝酒，会加重身体对肝脏的损伤。服用抗过敏药、安眠药、降压药、阿司匹林、降糖药等喝酒，以。 会给我们增加用药风险，因此服药期间和停药七天内应避免喝酒。喝酒前后三天需吃药，应提前告诉医生。三、止泻药忌牛奶。腹泻时喝牛奶受乳糖影响，加重病情症状。牛奶和药物混在一起，会在药物表面形成一层膜，将药物包裹在里面。 阻碍药物中有效成分的释放，同时也会阻碍药物吸收。如果病情好转，可在服药后一到两小时以后再喝牛奶，以免出现相互作用。四、胃药忌吃醋。胃酸过多引起的胃病需要服用铝碳酸镁、氢氧化铝等抗酸药，这些药物是通过跟胃酸中和而发挥功效的。服药前后如果食用了醋， 会使抗酸药物药效打折甚至失效，在吃这些药物前后达到两个小时内，也要尽量少吃含醋的炒菜、凉拌菜等食物，山楂、乌梅等酸味食物。五、降压药忌柚子。服降压药时不可吃西柚，因西柚汁的柚皮素会严重影响肝脏某种酶的功能，而这种酶和降降药的代谢有关。 会造成血液中药物浓度过高，增加身体副作用。服药三到四小时内避免吃柚子和柑橘类水果。如果我们三天内吃过柚子，最好在就诊的时候告诉医生。六、黄连素剂茶、水茶水含有约百分之十的鞣质，在我们体内会被分解成鞣酸，而鞣酸会沉淀黄连素中的生物碱，降低其药。 因此，服用黄连素前后两小时内不可饮茶。七、磺胺类药忌果汁。吃磺胺类药和酸性饮料，如果汁、可乐以及酸味水果，会酸化尿液，降低药物溶解度，还会出现药物结晶，伤害人体肾脏，出现血尿或者是影响排尿。最佳选择是用两百毫升三十到四十摄氏度的温开水送服。 八布洛芬即咖啡。布洛芬对我们胃黏膜有刺，咖啡中的咖啡因则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加重布洛芬对胃黏膜的副作用，甚至还会诱发胃出血、胃穿孔。二一是警告，两种菜一起吃会吃死人。一豆腐加葱。豆腐含有大量的钙元素，而葱里含有大量的草酸。 当豆腐与葱合在一起吃时，豆腐里的钙与葱中的草酸结合成草酸钙，草酸钙就难以被人体吸收。如我们长期吃小葱拌豆腐、大葱炒豆腐之类的菜，就会造成我们人体而致的缺乏，会发生缺钙而出现小腿抽筋、软骨症、易骨折等病症。二、胡萝卜加酒，胡萝卜下酒的吃法非常不利于健康。 胡萝卜里含有大量丰富的胡萝卜素，和酒精一起进入人体会在我们肝脏中产生毒素，引起人们肝病。所以胡萝卜不宜做下酒菜，饮酒时也不要吃胡萝卜素营养剂，特别是在饮用胡萝卜之后，不可直接饮酒，会伤害健康。三、牛肉加栗子，栗子里富含维生素 C。 每一百克含量达四十毫克。牛肉则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栗子里的维生素 C 与牛肉中的微量元素发生反应，会削弱栗子的营养价值。这两种搭配同时不易消化，故牛肉不宜与栗子一起吃的，最好间隔一段时间分开吃。四、萝卜加木耳，萝卜性平微寒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健胃消食、化痰止咳。 顺气利便、生津止咳、补中益胃等功效，但我们需注意，萝卜与木耳一起吃，对于某些特殊敏感性体质的人会引起过敏性皮炎。为了我们健康起见，最好是不可将这两种食物混合食用。五、海虾加柿子，海味中的鱼虾、藻类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，如与含有鞣酸的水果如柿子。 葡萄、石榴、山楂、青果等，同时会使胃中的钙质与鞣酸结合成一种新的不易消化的物质，刺激身体胃而引起不适，还会出现腹痛、呕吐、恶心等症状。因此，水果不适合海味菜一起吃，以间隔两小时为宜。六、萝卜加水果，人吃萝卜后会在我们体内产生一种抗甲状腺的物质——硫氰酸。 如此时摄入大量含植物色素的水果，如橘子、梨、苹果、葡萄等，这些水果类黄酮物质在肠道被细菌分解转化成强苯甲酸及阿魏酸，它们可加强硫氰酸抑制甲状腺的作用，从而诱发或导致甲状腺肿大症状。七、胡萝卜加白萝卜，白萝卜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。 但是胡萝卜里却含有一种叫抗坏血酸的分解酵素，一旦红白萝卜配合，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就会丧失殆尽。不仅如此，在与含维生素 C 的蔬菜配合烹调时，红萝卜都充当了破坏者的角色。八、土豆烧牛肉，土豆烧牛肉是一道大家喜欢与熟悉的菜肴。从口味上讲，这是一道很好吃的菜。 但从健康的角度上讲，是不应该提倡长时间食用的。因土豆和牛肉在被消化时所需的胃酸浓度不同，会延长吃的食物在胃中的滞留时间，从而引起我们胃肠消化吸收时间的延长，久而久之，必然会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。 九维生素加虾虾等软壳类食物含有浓度较高的胡甲砷化合物，与一起服用的维生素 C 反应，转变为有毒的三甲砷，这就是人们俗称的砒霜。砒霜乳麻痹毛细血管，抑制巯基酶的活性，应是心、肝、肾、肠充血，上皮细胞坏死，毛细血管扩张。为慎重起见，再用维生素 C 起即可。好了。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，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、平安幸福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